号称全国上大的观光夜市金萱甲凯旋夜市，几啊个月前伫高雄盛大来开幕。两场的夜市占地15,000平，单位超过1,000栋。这个摊商为着要招人客，是安尼跋山过海，各显神通。这两场伫南高雄的大型的夜市，对原本就真出名的六合甲瑞丰夜市，相对带来着冲击。透过咱的镜头，咱来看大高雄的夜市的大车饼。来到888，吃喝玩乐入八。表示一阵在夜市内面的平民英勇捍卫土地梦想之战，电影揭牌英勇，让人见识到台湾夜市文化的魅力。无唔到台湾的夜市啊，美食是连外国人拢真介意。根据统计，来台观光客最爱就是西夜市，有70%以上拢会去。夜市一档的餐饮业绩是达到1,000亿的，因此这夜市文化真发展。对于北台湾的庙口夜市、树林夜市，甲我台中上大的凤甲夜市。搁在罗南的台南人上爱花园夜市，搁来到高雄的六合夜市啊、瑞丰夜市啊，还有东台湾被称为是上界优先的罗东夜市，每一个所在拢有特色夜市。其中在南台湾的高雄，最近是进入夜市的战国时代。就伫几个月前，会当讲是全国上大的观光夜市，就伫个前镇区的金山甲凯旋夜市同时开幕。有偌大嘞？对观的所在看落去，两个夜市占地是15,000平，摊商超过1,000间，安尼把季节人亲像高雄同款，客家拢袂通。先来看占地9,000平的凯旋夜市上大特色，就是将高雄的路名作为摊商的门牌，整齐有系统的规划，摆脱夜市路线混乱的传统印象。上新奇的也够有侪。好东西的科技扛棒，手一伸就当找到想要食的物件。找什么？要找吃的。找吃的。对。这个夜市才有这种东西吗？对对对。另外，就伫隔壁的金山夜市，伊是行高级的路线，真华丽、变数，无数五星级饭店，也阁有喷水池、LED 的灯光，想要营造无同的夜市气氛。主打新奇创意，行入夜市啊，这种想袂到的美食就出现伫眼前。来，尝试看啦，这炸蟋蟀啊，海鲜炸是在那边咸酥鸡好吃的美食在这边啦、啊。尝试看啦，这炸蟋蟀。说好吃，对，什么感觉？咸酥鸡，咸酥鸡的感觉。有挑战人客胆量的进西出啦，也够有像喷菜回粉冰，在冰淇淋好吃哦。当天现做的，要保证新鲜哦，来参观啦。也够有超大份量的特色海产，连回转寿司嘛出现啦。不管是日式的、西式的、台式的，也是泰国式的，什么拢有，什么拢无奇怪。就连细面粉嘛是这所在一大卖点。很多人来看。为着吸引人潮，各种表演是应有尽有，让人看甲目睭花。拍卖方式嘛花样多。啊，咱起码要怎开十块，卖讲三支尔，只拢五厘啦，十块啦，上五厘啦。我从南投埔里。特别下来看的吗？对，就刚好放假出来看这样子。哦、所以这边名气还蛮大的喽。还蛮大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玩。好玩，什么地方好玩？东西很多吃的。我们钓有人就有钱通赚，一开始这价值上悬，有进入80,000人潮，好停车场是塞个安尼满满满。看准一个商机，真侪原本伫别个夜市的摊商，马上准备要刷来这个所在。来，你好，来唱《狗干爹》喽，好吃的爆蛋糕哦。来，先下一个啦，快来，不要等，快点，六十元这边比较好。真的、啊？比那边好很多吗？哎，对对对。好一倍有吗？差不多。点几块出去？算过。710。700多块、啊？哇，有没有忙到就是根本就手都来不及停不下来啊？停不下来。停不下。夜市已经是台湾人生活的一部分，才快到一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。内面的夜市人故事，因的奋斗精神，嘛值得学习。我咧望真济，望，你望少好参考下哦。你好。伊是八年级生的小冰冰，自细就梦想要做老板，爱运动的伊安尼接连身体，毕业了后做健身教练，但是一直想要实现家己的理想。从小朋友们你好，这边冰冰的梦也算一个 special 的，给你们参考一下。
谢。还不错啊，不错。一天卖多少杯？差不多两三百杯。乡村新开车超大夜车有商机，小彬彬决定要入来做，早时做健身教练，暗时来卖饮料，虽然忝，不过真充实。老板你好帅，谢谢，很漂亮，你很漂亮。认真拍拼，小彬彬但讲是这个所在上界热门的大，伊嘛要证明讲卖饮料同款会当出头天，人气真好的金山凯旋夜市啊，充满着少年人的活力甲创意，伊的开幕嘛难免影响着原本伫北高雄上有名的水丰夜市。来吃烫烤，不用排队，也不用花大钱，来这边就对了。有冲击到，真的，觉得差很多吗？大概差差不多五成吧，差这么多？有两三成左右吧。新山开一定会有影响的啦，是啊。有将近二十档历史的水丰夜市啊，这几档来一直是高雄本地人上爱，加之正经是这种景象。应该一万多应该有啦。人多的时候。人多的时候。那现在你说影响差多少？你自己看嘛，现在差很多，真的差很多啊。对馆来说，再看这四周围有主题区、学校、百货商圈，也佮有捷运种种优势，真经带动厝价起几啊成。即位拄着全国上大夜市啊，伫高雄抢市，有人真紧张，有诶摊商等得袂上闭关。那还是我们瑞丰比较真的哈、哦。哎，对，很多人都回答，因为我们瑞丰是比较规模小一点，可是它密集度比较密集，那两家太大了。久的习惯还是会回来瑞丰夜市。你这边摆几年？摆一年。伊是水丰夜市啊，小轩虽然是查囡仔，家己来夜市拼天啊，不过伊是迄种爱拼就会赢的个性，嘛会伫夜市内面真记着脚步徛在。因为毕竟是路边摊，对，那跟挑东西的东西眼光要跟人家稍微不一样。伊讲卖啥，就爱知影注意流行，做啥物代志拢是安尼，专心做，别人就抢袂走你的生意。要有自己的风格，因为客人买过之后才会知道他大概需求是什么。毕竟这里是比较稳定的，那里是刚开始很好，然后现在掉下来之后，就看它回稳到什么时候，它的平均值。伊是另外一个伫水丰夜市平民英雄小钟，退伍了后就开始摆档，到即卖已经伫只生活十三档啊。伊是三个单位的头家。啊，一个夜市要成立，本来就是要一直汰换，一直汰换呢、啊。汰换到一个定位之后，它才会开始蓬勃起来。因为这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摆的时候也没那么多人啊。经历过单位的竞争，顾客减少，各种大小危机，小钟的夜市生存体力其实真简单。吃不好，我们就想办法多开辟裁员进来，哎呀。面对强势新夜市的抢市，伊嘛相信坚持就对啊。那边它的吃的比例跟那个百货的比例差太多啊，它百货跟游戏的数量比较少、啊，没有像这里比较平均吧。其实跟这边差不多啊，那不如就选个近的地方买吃的，饰品对，跟得上时代的，对啊，换季很快，然后又可以杀价又很便宜。有摊商认为两边的人客无同，水丰夜市所锁定的是在地人，凯旋金旋是以观光客为主，真侪进驻到上大夜市的摊商，嘛拢是信心满满。他这里的话，哈，东西比较多，花样比较多，而且新鲜感也不错。我觉得凯旋夜市应该是以后蛮不错的。另外一方面，毛摊商在两三个月了后，嘛会担忧。其实我觉得太大了，我坦白讲是真的太大，真的，因为两个夜市，然后你用五六的整个都散掉了。阿翔啊，就这样的希望。阿伯奇啊，现在才没十一点，九点就收了。有人气没买气啊？真的、啊？哎，没买气的话，你就干脆早一点收，不然在那边耗着也是这样耗啊。新鲜的地调一推起，是不是会当古董的经营，也阁是另外一个考验。还好，没有逛到什么。没有逛到什么？太大了。有走得很累吗？有一点。什么东西印象深刻？名片。狂拿别人的名片。哦，狂拿很多名，真的这一叠都是啊。就是你绕一圈以后收到的，是不是？真的。天哪，有几张？还有多少？好多哦。加起来100多张。全台湾叫得出名夜市，就50多个，319个乡。